香港与内地正式恢复通关，有一大早经深圳湾口岸返内地的香港旅客对能在通关的第一天回家感到非常的激动。怎么会选择在这边进行呢？就是人少呀，能回去的快一点啊，是这么想的哈。其实也不知道具体，因为不知道具体那边的情况，眼眶都湿了，太想家了。这次打算回去待多久啊？什么时候回来呢？在家工作一两个月吧，因为时间太长了。可以一起过一个农历新年。是啊，不离开家，不觉得能想家，而且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在压抑着，觉得可能在香港有很多人像我一样。都是想念内地的爸爸妈妈，然后虽然每天都可以微信可以视频，但是依然心里惦记着，所以不一样的。现在马上就要回去了，跟对镜头对爸爸妈妈说一句话吧。妈，我回来了，在家等着我吧。不好意思，终于可以回家了。